Thank you.
好，我们感谢南港社区大学二胡琴艺同学，也谢谢汪老师。汪老师，您留步一下，来跟各位观众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来，各位观众大，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二胡老师汪彦宏老师哈，现在有在担任于二胡的教学，各大社大的教学，例如在南港社大、三鹰社大等等的。如果大家对二胡有兴趣的话，可以欢迎来报名。好，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汪老师，他都知道我是要叫他说你可以来我这边招生。好，对，那也欢迎我们喜欢国乐的朋友能够来学国乐器的各种的乐器，它是非常迷人的。因为我们的学生，你们等一下看到我们的团员，他们从民国88年小学、国小二三四，不是二三四五六年级开始学，学到现在，你们想想看，他们几岁了？想想看哈。那我们等一下穿绿衣服的那一群同学呢，就是从小学三四五六年级就跟我学古筝，学到现在，所以他们的技术是非常好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古筝音乐会正式开始。第一首《西厢词》，第二首《倒垂帘》，这两首曲子我们是连缀而成，一起弹奏。它是属于我们南派古筝南派的音乐。《西厢词》是属于汉调音乐，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客家音乐，那就很具有那个民歌的风格。然后第二首《倒垂帘》，它是广东音乐。那听了以后，同学们，你看他们的手指四连音一直在跑，整首都在跑，所以这个技术不够好的话是会跌倒的。所以各位哈，这两首连缀而成，就是我们的流派筝曲，南方的流派筝曲。本首曲子是由文化大学陈义瑜教授把它改编成古筝的二重奏曲。现在欢迎我们榆林筝乐团第二团的团员为我们诠释这一首《西厢词·倒垂帘》。团员请出场。担任领奏的是洪梅珍老师。
非常感谢我们亲爱的团员啊，你们刚刚听到他们两只手在面一直16分音符贯穿全曲，就知道这个技术如果不好的话真的是很容易跌倒的。好，那我去搜寻了我们网络上敢弹倒垂帘这首曲子的没有别的乐团，只有我们团敢弹这首曲子，还有就是易宇老师的四象筝乐团，他们演奏过这首曲子。好，那你们现在看看我们的团员要出场，他们现在不是要演出，他们现在又要把古筝调音调成童趣这首第三首乐曲。刚刚弹的是低调的乐曲，我们古筝真的是一个，我常说我们学的是一个真的很笨的乐器，笨重的乐器，然后调音也非常的困难。好，然后低调的乐曲是哆瑞咪嗦拉，低调定弦，然后我们G调的是嗦拉哆瑞咪，现在他们就要把弦调成G调的乐曲。我今天恐吓他们啊，我说你们要用最小的声量去把音调好。来，欢迎我们鱼鳞筝乐团第一团的美女为我们弹奏童趣二重奏，团员请出场。他们就是从小学3、4、5、6年级开始弹古筝的这一群。担任演奏的是欧阳宇，这个是小学3年级就弹古筝，现在大学毕业好多年了。好，
好，谢谢我们雨林侦乐团第一团带来这首非常具有交响乐效果的古筝三重奏曲。这首是由德国的音乐家，我们都称他叫老罗，他自认为他是东方音乐，东方的音乐人，而且他的太太也是中国的，唱一首很特别的歌曲的，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哈。接下来第四首为各位带来的是《芒种二重奏》，这首曲子也是节令的曲子。我们24节气有一个节气就叫芒种，在芒种的时候，很多的稻子的穗开始结成穗，然后开始万物开始生长。来，欢迎我们的团员为我们诠释这首《芒种二重奏》，请出场。担任领奏的是林美月。Thank you.
好，谢谢我们第二团认真的团员为我们诠释这首《芒种》。我们又要把调子调回来了。好，好，还有我们今年啊，因为疫情的关系，以前我们在舞台上大概有二十几部筝，可是现在呢，只有十四部筝在舞台上。这个十四部筝要弹出一个很优美的交响乐的感觉，重奏的感觉，每一个人的那个功力是要非常深厚的。好，接下来我们第五首曲子是《左手指月》，这首曲子是2021年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它的一首片尾曲。然后这首曲子呢，现在由我们向心美老师，吕美的向心美老师把它编成古筝的三重奏。今天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有我们音乐研究所毕业的同学就跑来问我说，请问一下这首曲子是谁编的？我说怎么了？他说真的很厉害，很好听。我在想，哦，不是我编的，是西美老师编的。我编的应该都是比较耳熟能详，而且就是普罗大众的普及版的音乐。像《左手指月》，我有编成一个低调的乐曲。好，那西美老师是按照他用 G 大调的五声，再加上四个变音所以这一首曲子的音阶非常的复杂，不是普通的定弦这样可以弹出来的。你同样的一条弦，那个他们的第二条弦就是咪，弹错的话就错了。好，来欢迎我们三位同学为我们诠释这一首《左手指月》三重奏，一个人弹一部，看看您喜欢听哪一个声部。担任你这的是林玉涵。
好，谢谢我们三位用功的团员，好，他们真的练这首曲子练得也非常的努力，很辛苦。昨天他们还 po 了一个 FB 出来，他们在家里练琴，对，都不敢懈怠，哈，一直在就是到同学家去，三个人一起练。这是我们云林筝乐团创团到现在，我们第一次用三重奏的形式，一个人一个声部，把他们推上舞台。我跟他们说，老师要把你们推到悬崖上去，推到水深火热当中去，你们自己各自看好。如果你在舞台上跌倒了，那不干我的事，哈。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努力，再给他们一个掌声。好，好，接下来，我们第六首要各位安排的是大鱼的小丝竹合奏。那这首曲子呢，我早在差不多2019年的时候，就请一位邱世峰老师帮我们谱曲，帮我们编出来，编成丝竹合奏的三重奏的形式，有二胡，还有二胡笛子啊，还有大提琴。但是我们今天的大提琴，你看到了，我们是用我们古筝的背低音筝，这部是背低音筝，就是等于大提琴的音色哈。那共同诠释这首《大鱼》，来欢迎我们的团员出场。担任笛子的是陈延嘉老师，延嘉老师。担任二胡的是汪艳红老师，汪老师。对，他们今天都用立奏的方式啊。好，我们的领奏李云珍，请出场。
好。好，谢谢我们的丝竹乐团给我们一个这么美好的音乐，也谢谢严嘉老师、汪耀龙老师，谢谢我们亲爱的团员。你们又在做什么？哦，好，把音调回来了。好，来，好，音乐呢？有《阳春白雪》的曲子，当然也有就是《下里巴人》，像就是比较通俗的曲子，听说是给下里巴人听的。可是我不认为，我觉得呢，《下里巴人》是我们人群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一大部分人，所以我愿意当古筝界的下里巴人哈，来编一些很通俗的、沉淀已久的台湾民谣。然后许大家一个美丽的音乐生活，所以接下来我就是要跟各位报告，我现在第七首带来的是《姑娘十八组曲》，就是我最近编出来的曲子，用十八姑娘邓雨贤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再加上我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常常唱的《满洲姑娘》，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满洲姑娘》是写一个女儿要出嫁了。那姑娘十八，大家十八姑娘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是我们台湾的民谣加上日本的儿歌民谣，把它改编连串串联而成的。来，欢迎我们的团员为我们诠释这首《姑娘十八组曲》。弹了这首曲子以后，他们都是十八姑娘。对，来，我们的领奏陈淑莲，请。这个曲目是由松山社大古筝班跟南港社大古筝班共同演出，红色的是松山社区大学。
谢谢我们的十八姑娘们为我们诠释这首《姑娘十八一朵花》，好不好听？没有人说就是不好听。好，谢谢。哎，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好，哎，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到场。哎，我们松山社区大学刘校长亲自到场来为我们鼓励。校长，请跟观众打个招呼，谢谢。嗯。介绍校长就可以了。好，好，接下来我们上半场最后一首曲子为各位介绍的是《苹果熟了》，这首是韩国的乐曲。这是我在有一次在音乐厅听到这首曲子，很轻快，又很哎，听起来旋律非常的舒畅，所以我就去把它找出来哈。它是何占豪老师所编的，然后全部都是整本都是五线谱。那时候看了头很大，我在想我的 学生一定没有办法就是马上可以把它诠释出来，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翻成了简谱，然后给同学们一起弹。现在就欢迎我们云林正乐团第一团为各位诠释这首《苹果熟了》三重奏。担任领奏的是魏敏荣，好，他们又要开始调音了。刚刚左手指月有十一个变音，然后呢，后来的曲子又转成D调，现在又要转成G调，转回来。那他们今天被我说了以后，调音都没有声音哦。琵琶行里面有写，白居易有写，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他们没有声音哈，所以不成曲调。老师喜欢亏他们哈，他们其实是技术非常的高超，哎，就是跟我上过两次音乐厅，然后敏荣也担任过音乐厅的独奏好几次，在那个草山乐坊邀请的。来，现在欢迎他们为我们诠释这首《苹果熟了》。
谢谢，谢谢我们可爱的同学。好，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在这里结束，十分钟以后欢迎各位再回到位置上欣赏我们下半场的节目。谢谢，谢谢大家。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继续下半场的节目。第一首曲子为各位安排的是非常喜庆的乐曲《花好月圆》二重奏，欢迎我们的团员出场。这首曲子是民乐的合奏的曲目，那相传是在有一个国乐团在演出的时候，中间缺了一段旋律，后来就由黄怡君对这位先生就把它在片刻的时间就把它补齐了，然后后来又经过彭秀文老师把它改编成为一个管弦民族的管弦乐，那现在呢编成一个比较精简的花好月圆独立出来的一个二重奏，是由旅美的筝乐家向新美老师所编写，来担任领奏的是史秀兰。
好，第九首是热闹的，第九首是热闹的花好月圆。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安排非常抒情的蝴蝶与蓝。刚开始小朋友问我什么是蝴蝶啊，我说在花园里飞来飞去的、啊、蓝是什么，你哭了就叫蓝。好，对，我都骗他们。这首曲子是你们看一下哈，他那个他是陶一墨先生，他是非常有名的，在10年前他就写了一首《飘飘和琐事》，那首曲子是古筝界非常有名的曲子，以前比赛的时候常用到这首曲子。在2007年的时候，陶一墨先生就应邀到欧洲文化首都，委托他创作的古筝协奏曲，而且在英国首演。蝴蝶就是表示古筝的声音非常清澈典雅，像叮叮咚咚的声音在片片像片片的蝴蝶在花园中点点舞动。那大提琴呢，它的音色是非常的浑厚宽广，将蓝色的忧郁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代表了离去、悲伤跟哀愁。那现在就请我们技术高超的第一团为我们诠释蝴蝶与蓝，看这中间的情绪的变化是怎么样来连接。来，欢迎我们鱼鳞筝乐团第一团。好，担任你做的是曹彦俊。Thank you.
好，谢谢我们的美女。好，他们又要把音调回来，因为等一下那下面的一首是低调。你们看到他们有好几套团服，上半场是绿色的，他们的服装都是自己表决的。我说你们上半场一定要穿绿色，那是我们乐团红男绿女，一定要代表我们乐团。他说老师有人在网络骂我们，在 FB 上面留言说你们那绿色很难看。我说你不要管他，他不会欣赏而已。别人的回谤的话你不要上心去，不要理他们。刚刚还在后台跟我说，那下半场其实我本来不要让他们穿黑色，他们自己要穿黑色。好，所以就随便他们，他们大概有四套到五套的团服。那我们有时候是去接商业的演出，那也是就是给他们自己选服装。好了，好，谢谢他们。好，希望各位亲爱的朋友，《蝴蝶与蓝》这首非常特别的曲子，你们刚刚感受到的是美丽与哀愁，还是像蝴蝶一样翩翩飞舞的人生，就各自选择。好，接下来我们第十一首也带来一首很轻快的曲子《春光舞》。这首本来叫《春光舞》，后来庄老师把它改成《春光曲》。欢迎我们的团员为我们诠释这首《春光曲》，小丝竹合奏。穿宝蓝色衣服的，也是他们的真领都十年以上了哈。那你们会发现，鱼林真乐团有断层。为什么？因为刚刚那一批同学，他们已经三十几岁了，那这批是二十几岁，那十几岁的小朋友到现在都还没有端上舞台来，其实这个一言难尽，因为现在孩子都不想练琴。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们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告诉我。好，我们的严佳老师也是担任笛子。要拍拍手哈，还有二胡汪艳红老师也为我们伴奏二胡。好，我们的领奏高云丽，他是松山社区大学的同学。
谢谢严嘉老师，谢谢燕红老师，也谢谢我们亲爱的团员。好，接下来要为各位安排的第十二首曲目是《青春岭》二部的合奏。哎，相信台下的观众一定听过这首曲子，你们听名字有听过的举手。《青春岭》，对，好，好，太好了哈。所以，你们听到这曲子就想到一定应该是我编的。好，没错，是我把它编成这一首比较热闹的曲子。因为从小就在一个，就像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就常听我爸爸妈妈在唱这首曲子，所以就觉得它非常好听。来，我刚刚为什么要讲很多话？因为有同学刚刚《春光曲》有弹，这首也有弹，他们叫我要串场。好，来，《青春岭》好了没？请出场。啊，这是由我们第二团的团员跟进阶班佛光山人间大学进阶班的同学联合为各位演出，担任你做的是徐宝月。哎，我们每年都会新开发一两位领奏出来，他们有什么资格？一定要考到台湾区各家考级第八级以上的程度才可以当领奏，好，不然会污了观众的耳。好，来。
好，谢谢我们第二团团员和佛光山进阶班同学，他们是非常用功的。我们今年的曲目哈排的是比较欢乐一点，因为在疫情之下，我希望大家，我们大家还是要高高兴兴的过日子，所以我们今年排的曲目都是开心的曲子，而且我们团员经过这两年的淬炼，他们弹出来的曲子，你们有没有发现进步很多？有哈，台下观众听过我们音乐会的举手，对，好多哈，好，很感谢你们，非常的感谢你们。你们的到来才是我们制作这个音乐会的动力啊！来，接下来第十三首曲子《恋恋南港乡土情》，这首曲子是南港社大林玉仪老师他所谱的曲子，是在我们南港社大传奇南港传奇演了四年啊。那每次大概两年半一次，那每次都要有音乐性的节目去演出，就是用讲南港的历史，然后贯穿用音乐跟舞蹈贯穿整个剧情。那今年第四届的南港传奇，不是南港传奇，就是四校后山坪四校联合音乐会，那我们要古筝班应学校的邀请要弹这首曲子，还有二胡班由二胡老师彦宏老师帮我们伴奏，所以这首曲子我们现在是先来暖场一下啊，来《恋恋南港乡土情》，请出场。我们中山社大跟南港社大是一家亲哈，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出场的是南港社区大学的同学，蓝色的，跟松山社区大学的同学，还有彦宏老师。请王老师，非常感谢您，还有领奏严秀莲，我们在元月六号的时候要在那个承德国中的活动中心演出啊。
好，谢谢彦宏老师，谢谢我们同学。哎，汪老师，您现在还有话要跟大家说吗？因为他刚刚跟我说，老师，你突然叫我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你现在说。各位观众，你们好。哎，老实讲，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没有，还是希望各位哈，如果对我们国乐有兴趣，希望大家来学古筝跟二胡。还有笛子，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件事，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莅临现场，来聆听我们这场音乐会，谢谢大家，谢谢。好，我现在是在帮他广告，我跟汪老师算是蛮有缘的，因为他我在南港社大已经教了89年到现在，已经22年，那汪老师是去年才到我们学校。那有一次我们要演出，我就看到他拿了一把二胡用跑的，然后每次要演出的时候，他都一个人又要拿椅子又拿谱又拿二胡，我就跟同学说赶快去帮老师一下，后来我们就互相留了一个联络的方式，那现在学校常常叫我们两个去演出，叫古筝班跟二胡。哦，好，那现在我跟各位报告的就是刚刚那个恋恋南港乡土情，它本来只有16小节，就是全首曲子只有16小节。我拿到谱的时候傻眼了，这个到底要怎么演？16小节一下就弹完了，哦，所以我就用了古筝的很多的变奏的方式，把它编成了这样子的，哎，既乡土又哎轻松的曲子，你们喜欢吗？喜欢，谢谢，谢谢，好，好。今天最后一首曲子是很特别的曲子，就有人问我，什么大王叫我来巡山？对，我说不知道啊，他就叫大王叫我来巡山。这首曲子是在就是大概前年很流行的一首曲子，因为我去音乐厅听音乐会，结果这首曲子是 Uncle 曲，我觉得不错，就开始去搜谱。来，现在就用古筝来为各位诠释，大王叫我来巡山。三重奏，欢迎团员出场。我看一下，也是第二团的同学跟佛光山进阶班的同学，我们演奏。担任你这首是许甘芳，你们知道，他今天 double bass 就是他弹的，哦，有听到他的声音哦。Thank you.
谢谢我们亲爱的团员，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今天的音乐会到这边结束。我们所有的团员要跟各位一鞠躬，好，来欢迎，等留步一下。我们团员用最快的时间要跟各位谢幕。来，首先我们欢迎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古筝班、南港社大、松山社大古筝班出场。南港社大、松山社大，接下来刚刚在舞台上的，他们一定找不到位置。佛光山人间大学台北分校成人古筝进阶班，请出场。好，我们可爱的青少年预备班请出场。刚刚他们跟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看一下蝴蝶与蓝的谱？对，好，对，好。接着鱼林筝乐团第一团请出场。鱼林筝乐团第二团请出场。我们今年舞台上就这些演出的同学。首先接着我要介绍一下我们艺推处大稻埕戏院进阶班班带林美月，请出场。好，松山社大副班带李云珍，刚刚大王伴奏的就是他，跑得好快。接下来南港社大班带严秀莲，人间大学成人古筝进阶班班带许甘芳，我们的 double bass 的弹奏者。青少年预备团班带杜婉萱。好，我们第一团团长曹彦俊，第二团团长黄瑞环。我们今天的便当都是我们瑞环提供的，对，瑞环在经营素食便当，素食开素食餐馆。我们的辛苦的前台监督魏敏荣，他今天做好都是，老师越来越懒惰，把前台监督通通后台监督全部都交给第一团的团员，因为他们长大了。好，来接着介绍后台监督洪梅珍。好，还有我们今天我们的协演人员陈延嘉老师、狄潇、二胡汪艳红老师。好，我们还没露面的舞台总监庄国年老师。还有我。好，我们所有的演出人员为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非常的感动，为各位一鞠躬，祝各位安康幸福，晚安。谢谢，明年再见，拜拜。哎呦，谁